我这次添加了收藏夹功能，只用 Unity 的蓝图完成，最终效果如下。比如我这里点击星星按钮，变为黄色就说明已经被加入收藏，点击底部开关进入收藏夹模式，就可以只显示已收藏的角色，这对于角色众多的游戏来说太有必要了。这张蓝图实现了整个逻辑，在上次视频开发的预览模式下，当用户点击收藏按钮后，会根据角色 ID 保存相应的布尔值， True 为已收藏， False 为未收藏，比如这里是 True。 这样当收藏夹开关打开后，通过 For Each 循环对按钮状态进行设置，已经被收藏的会激活，未被收藏的被禁用，这样达到收藏夹效果。当然，为了在所有角色展示时也能看到哪些被收藏，我还添加了小星星进行区分。我用蓝图多年，代码我也写，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UI 编程太适合用蓝图操作了。上述说的内容，哪个按钮点击了，哪个变量改变了等等，都可以在蓝图里面清楚看到，这样也防止出现不用的代码没删导致变量被莫名改变这种窘境。我的确出现过这种 bug， 但是在蓝图上一目了然就能看到当事件发生时哪些区域在响应，这样直接就可以快速定位，然后根据整个逻辑流修改。当然这一大块节点稳定后可以放在 subgraph 中，这样更清爽。接下来我要玩个大的，就是给角色添加根据音乐舞动的功能，也就是大家一起来蹦迪。我买了个音乐同步插件，买了已经一年了都没用过，为了不浪费它，我决定把它加入到我现在的这个游戏中，下次展示角色随音乐翩翩起舞的效果。当然是如果能成功的话，能成功吧。